没有啊，美国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去啊，那边智铺这么健谈，不用几天大家都知道你几岁了。我被骂八七了。我们都了解。要出国其实真的不用怕什么英文不好，因为去了你就硬着头皮讲，然后讲久了其实就变好了。对啊，那根本就想太多。我说避旅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想去现在那个恐怖分子 IS 那边呢、啊？那不要去了。啊、把钱省下来，啃老族，好可怜的感觉。那么顺便再举个神父，跟一个我的狗狗，一只贵宾狗。可是你至少赢了，就是你在 PTT 杯那个打 low 的，包什么的冠军呢、欸？范玮，你声音像范玮琪，喜欢？范玮琪会吗？那个有观众问你说他们的那个 host 你的节目，你的直播，谁啊？是退群那边的，你去看你的东西。我，他想找妹子陪他去吧。对啊，观众，你们想不想看这个妹子那个？对啊，还有谁？靠！会暴怒？有些我不会啊，你到时候钱要分我而已。然后结果两个人都超淡定这样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是手术室啊。之前有听说过，就是这边有恐怖的那种事件发生过啊。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东西啦，这样也很淡定。这样也不错啊，至少真实。对啊，因为这白富美真的是很怪的怪卡，比特多还怪卡。哦，是啊。在家里打电动吗？有啊，很多啊，靠！跟你说他的话语中，听出一种爱慕的感觉。爱你妈，爱你爱慕。